级汽车。一起来洗车。香喷喷。
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
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黄车。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黄蓝红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绿车。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黄蓝红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蓝车。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黄蓝红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红车。寻找冰淇淋车。我要去找甜饼店，小蛋糕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，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饼店，甜饼店甜饼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要去找甜饼店，小糖果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，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饼店，甜饼店甜饼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要去找甜饼店，甜甜圈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，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饼店，甜饼店甜饼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们找到甜饼店，蛋糕糖果甜甜圈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们找到甜饼店，蛋糕糖果甜甜圈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要去找甜饼店，小蛋糕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，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饼店，甜饼店甜饼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要去找甜饼店，小糖果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，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饼店，甜饼店甜饼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要去找甜饼店，甜甜圈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，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
到甜品店，甜品店，甜品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们找到甜品店，蛋糕糖果甜甜圈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们找到甜品店，蛋糕糖果甜甜圈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哦。好可怕！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！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吵起愤怒，愤怒出来，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揍扁。看我的！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乐虎，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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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捣蛋的球球车。乐嘟嘟。
好痛呀！救命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哟吼，又打中了！嘿嘿，游戏继续。救命啊！不好，大家有危险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被一辆奇怪的汽车攻击，它会喷球啊！妮娜，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，我需要帮助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上到出租车，妮娜。野壁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球球，大球球，飞呀飞，弹呀弹，通通通通通通，大家快躲开！出租车来帮忙，大车轮踢呀踢，砰砰砰砰砰砰，球球全踢开！挖掘机来帮忙，大车子转起来，哐哐哐哐哐哐。搞定了，看来先得搞定它。看看我的大车轮，大球小球分给你，转转我的大铲子，强壮有力气。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跳呀跳，跳呀跳，向前追不落后，最强一击。救了我们，嘿嘿，也多亏了酷宝帮忙。咦，酷宝去哪儿了？我在这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
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某某外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某某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某某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变过来，矛盾矛盾的出发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矛盾矛盾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包包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矛盾矛盾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我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。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了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。大家都会来参加，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啊，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，哇。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，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。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在那儿。
路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石头，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呢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。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刮呀刮，七彩缤花真漂亮，真漂亮。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